在演艺圈这个美女众多的地方，张柏芝算是非常出众的一位，在岁月的消磨之下没怎么留下痕迹。艳照门以后，本来很恩爱的一对夫妻谢霆锋与张柏芝就这样离婚了。通过这件事情，他不论是形象还是事业家庭都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。自此之后，自己一个人就带着两个儿子，又当爹又当妈，而前夫谢霆锋又与他的初恋王菲打得火热。和谢霆锋离婚后的张柏芝确实是担负起了家庭的全部，不过如今的儿子也是慢慢的长大，所以也不得不面对一些事情。有人曾问张柏芝，如果自己的儿子长大了，问起爸爸的事情和照片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在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时，张柏芝也是毫不掩饰，正面回应自己的确有错，自己之前也有这样的担心，但是现在自己想通了，闲暇时自己会写日记，将自己的错误写下来，等儿子成年了给他看。不得不说，张柏芝确实是一位有责任担当的妈妈。不管怎么样，所有的当事人最终都拥有了自己的新生活。陈冠希离开娱乐圈之后，经营了自己的潮牌店。谢霆锋和王菲的《你在续前缘》，各自安好，也许就是最后的结局。